是牛第一天十八在那地方自爆，十一在顶上护着的，我觉得好了吗？对，十一起爆就完好了。我觉得你们感谢那个你的狗腿子送的卡布奇诺，感谢陌生人送我的酒，感谢陌生人送我的酒，感谢某某是条狗送我的酒，感谢陌生人送我的酒。哎，怎么全是陌生人啊？哇，这个瓶水就牛逼了！礼请老婆的投食，礼请老婆的投食，真牛逼！首长上来啊！首长好，快啊，快快！你坐三。啊，麦还开着对吗？我不知道镜头是哪个，反正我的意思是这样的，那个酒啊饮料的真的喝不下太多，家里少个冰箱和洗衣机，看看能不能满足我。要是能满足的话，就快递吧，直接好吗？是这样，哎，我这个麦有声音吗？哎，我上次去你。啊，没事，我用李锦说。哎呦我操！我上次去李锦家玩，我发现他家的电视机是个24寸，就是立方体的那种黑白的那个，就啊、对，就我们是不是众筹一下要帮李锦买一个等离子曲面三星那个什么70寸？家里非常的艰苦，希望广大水友能给我一些帮助，那么我就能奉献更好的比赛给大家看。因为接下来就不是电视的问题了，我可能要把门口那只狗的狗窝也给卖了，好吗？鞋子的话，可能也以后只能穿七八十两双的那种了。是你按，木木，你们刀三就推二，你们要么就砍明，你们砍了三在这瞎变，怎么打？刀十你们不是刀三就是为了扛推二，我说了刀三你扛推推二，你又没扛哎，推。然后我想让他去这个二，你知道吗？他没什么，哦，不会，哎，我可能都是刀二。前置位发言，我收了20 PK，前置位他把二扔起来，我就没办法了。木木应该这样。你在墨子，那天我出去就直接把十一砍了。他不是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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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个好人。他七十狼，所以是北影的呀。他是个好人，一定说赌酒了。对吧？酒吧你丢了，你是个好人，一定说赌酒。但是他外置位打的牌太多了，他打四张牌。他是个狼，他又打白痴，又打外我卒位上。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在干什么？是个狼，他是个狼，后面得有个队友接应他，跳个白对。我为什么刀？因为我厉害，哥哥。哎，我跟你说了，因为他锤了几下。给，故事是这样的，本来呢，你是在我边上。然后我发现到那个位置呢，我感觉李四留不住了，对吗？但是还留着我们狼头帮去警徽了。我凑过去呢，我说李四，要不我们双爆吧？我炸个女巫，然后我们就爆。我说的地主李四，要不我们双爆？我炸个女巫啊！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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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炸呢，我还没炸呢，爆了。然后晚上我问他，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随便，不知道。那就把他砍了，拿走了，别走了，你怎么能独活着呢？就把他砍了。我们两个前期这男生还没聊过，灭门了，兄弟，灭门了，北影灭门惨案，我操！三个北影的，一个、两个、三个。可以，今天。
南派就三分嘛，对吧？南派就三分嘛，这边北野呢一分嘛。我为什么一分？刚才我啊，一分，你赢了一分，你赢了一分。不是，那我南派有三分对吧？对，三分。北野是扣了一分，扣了一分，扣了一分。加上他们就一分，我们三分，然后中就是四分，他们四个人都赢了。啊，哦，那中还是厉害一点。别急啊，这在第几局呢？啊，第一局。打四局嘛，就算总分就行了。你一直打完你十。哎，我们也不要争个五林之最了，我们只要在中间就可以了，对吧？不用鞠躬，哎也不招手，不招手，不是好事。他在那边。我们中国赢了，站在桌子上鞠躬。今天是北影灭门惨案，一夜之间不知道为何就在江湖上蒸发了，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过二十年后。会有人哎，我们今天需要个记录官哎，不是，关键木木真的狠啊，他那个位置怕是你北影要灭门了吧？一二三，关键是他自己还是，哎，还是个狼，狼面面相觑。我说我操，这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当时跟着夜里面李四可以，这一盘老子淹死你们，那顶上吃了四十一个茶山，吃了吃了，就这样了。关键是谁查查李四都可以。这个字是查查的李斯，我感觉就像贴脸一样的，就像贴脸。我在看李斯，李斯就在。李斯笑一笑嘛，不要不开心嘛，大不了等会儿，等会儿放你一条生路。哎，牌已经发了吗？这是我的对吧？新牌。其实四十页你应该是想给你一个好人和你一起赢。你是个狼队，没太清楚。老公带队，老公对老公带队。傻逼反光的红的。反光，你别看，眼睛反光。不是，我说后面镜子。哎，怎么了？被炸出来了！哎，给我们反照！哎，你是个狼啊！我这个人贼紧张。今天解约。难道还？狼跟大乱斗。他真的厉害。他这两个身份，我只能狼是你是个狼，我只能用心告诉你，狼是看不到你，你一定知道。那我就吃呗。不，不是，吃完刀之后，明天起来，我就跳车了，指着你们的脸，谁跟我捞卵？反正我活不了多久，我也活不了多久。我没办法，你明天起来打算跳身份，知道我的。对，我明天起来，这样看你喜欢你，肯定能保证。我保证你花的。哎，万岁，谁？是啊，你这个样子不太像女巫。哎。我已经抓到你们开始要撸了啊！是吗？我觉得他们俩是，我来解决的，我发发。我觉得他是鸟塔，他都把我吃了，还一直在问他。哎，你是个狼，我们两个用一个麦。这个人指着我说：“哎，你们上女，都跟我聊这个了。”他在问你，你刚刚是不是跟他眨眼睛了？回头了没有？我要他妈了！你得死！我觉得四和一都是好人，二可能摸了。天天说我摸狼，以后打我是狼，以后打我是。天天在那里杀反粉了。没我了啊！啊！我们看到的饮料代表狼的号码牌。啊。就几个饮料代表几号玩家是狼。几杯啊？这样，大家这个私信我告诉我们。哎，我是这儿的这个老板之一，一会儿见啊，你们在外面，谁是狼？发言的时候你过来，哎，就喝你的饮料。哎。阎魔，以后你打我再不拿逻辑打，你以后再说阎杀我，我是不是把你全吃下来了？哎，你再说阎杀我一个字儿。狼发言的时候，你把眼睛摘。哎，兄弟，好人你把眼睛摘。不是兄弟，你不应该感到幸福吗？他阎杀你杀错了，你坐在咱昨天那个桌子上，你阎杀你就死了，你就死了。这个桌上你还能说我是个好人？你阎杀错了，那个桌上你说不出来这话。我戒酒了。别说了，我戒酒了。说什么都是。你不要再批判你的队友，你这样说下去，你的队友全暴露，好吗？你不说话就是最大的赢点，好吗？兄弟，完了，这个不是了。兄弟，我真期待你是好人，你要是个好人，我就干死他了，好吧？但是我感觉你也是个狼，兄弟，骗到我们了，没有，我也是，你那种发言少了，少过了，这不行。三号发言少了吗？那时候抽奖了。我打了什么？是贼！但你发言不能这样发，你不能你发言的时候我没看你，你一直跟我说你看啊，我看啊。那你他妈谁叫你看我？我听着。那你玩什么手机呢？我听着。是吗？你这样发言，你一定是个好人。哎呀，不是，那是他的问题。如果等会他归了你，你出去就喷他。老子发言你不听，你在那玩手机，你还把老子归了，你就喷他就行了。我说你看啊，你看啊。哎呀，我这么好，你怎么会要办呢？你是不是看我？
我的妈呀！浪费，再点就浪费。浪费钱了，跟弹幕说一下别点。暂停点水啊！暂停点水。哎，正儿八经的跟你们说，如果你们想给木木点饮料的，不要再给他点了，把那个钱省下来，给我刷点烤鱼龙虾什么的，哎，挺好的，真的。哎，不是，他们现在还没有出吃的，等出吃的再点好吗？这个饮料就算了，这个喝的东西，总归是个头，对吗？是这样，菊门路上海市什么区啊？黄浦区。上海市黄浦区菊门路550号。听得到，听得到。上海市黄浦区菊门路550号 Mr. X 狼人杀馆旗舰店，哎，你们如果想给木木点吃的，就请点外卖送到这个地方来，有多少他都接，好吗？哎，Nico，有多少东西？那吃不完，我们还可以分。开始吧，开始吧，开始吧。你们也别点水了，我连饭都吃不起了。哎，那个水果茶里面的那个水果是可以吃的。哇！我靠，长得好瘦都是。哥哥，你停一下，停一下，别吃了，看你再吃。停一下，停一下，白吃派。他们的太多了，我看他们。白吃。哎呦，喝着真没事了啊，饱饱的。啊？真没事了啊，我吃爱到点了吗？哎，你要吃多少？你别吃多少，就饱他一顿。是不是因为我谁是老虎？对对对，有点饱你一顿。你说这样喝不完，我全把打包带走。再验我兄弟，不验了，真的不验了，美女。哎，我保证拿到冤家不验你，好吧？我就验这个理解，就验这个理解。不是，验验李斯啊，验李斯呀！我报李警察了，你一定要帮我出了他。算了算了，大家也不要验李斯了，我们给李斯一点发挥空间。验木木吧，验木木。对，验木木。给我们长了一点发挥空间。给我们长了一点空间，就一点。今天不管。不是你们这么惧怕我吗？你们验我才能定我身份。那我不验那个证明了，只是让你去医院而已。只是让你去医院方便第一天出局，因为我说我最羡慕的主播就是老板，因为我们无论怎么混都没有专属的表情，只有他。天黑请闭眼，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请选择击杀目标。请统一意见。狼人，请统一意见。请统一意见。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晚她死亡，请问是否使用解药？请问是否使用毒药？请选择目标，女巫，
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请验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白痴，请睁眼。白痴，请闭眼。天亮，请睁眼。现在开始竞选警长。竞选玩家，请在三二一后立刻举手。三二一，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请三号玩家发言。第一个发言，你好。我昨天查下了一张牌，大队共用。我昨天晚上查杀了一张牌，其实呢，我非常的不好意思啊，因为是这样的，跟你们讲讲我为什么要验这张牌，就是你，你不要意外，你不要意外，你知道自己的底牌是个狼，我为什么要验这个六呢？因为我们同是一个门派，而且这个人是号称国服第一好人，对吗？我觉得我验过他之后，他可以帮我找狼。哎，但是，哎，本来想共同进退的，我是冲着哦，哎，那我白发言了，就好了，啊，听得见发言 ，OK， 记得，你不要，哎，这个人有问题啊，我就先验你，你几号？十一号对吗？我不管你在井上井下，先验你，这个人，质疑我，好吧？你总归一会儿不能跟我悍跳了，对吧？你发出这样的言，不能跟我悍跳了。警徽流，这个谁啊？五在井下，九在井下。哎，我第一个发言马上投出去好吗？六号是我的查杀，警徽流五九过了。哎呀，这个是炸身份还是真悍跳啊？我觉得介于这之间吧，因为我是预言家啊。二号是我的金水，警徽流说一下吧。警徽流没上警的都有谁啊？我把这放前面，没上警的都有谁啊？我能举个手我看一下吗？好，那我就验这两张牌吧。五九，其实我一看到我讲心路历程啊，我本来想验这张六号牌，因为我觉得六号牌在摸牌之前大家有一些对话，我觉得六号牌像狼牌，但是因为六号牌昨天吃了一刀就出局了，我觉得游戏体验不好。然后我想验十二号牌，然后我觉得十二号牌上一轮接了个查杀自爆了，游戏体验也不好。然后那我想我验谁呢？那我没验九号。那我验了一下二号，我觉得二号牌查杀，反正他上局也到最后了，这局我觉得无所谓，二号是个好人。我觉得十二号像个狼，因为我觉得三号有点像炸身份的，不是因为他去发了六查杀，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三号起来说我是一个预言家，我有一个查杀，李斯和李锦两个人在井上是互相举手互动的，是这样晃着的。他说他有一个查杀的时候，李斯是抬起头来了，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了。我觉得这个点，比较的蹊跷。我踩一下你十二号，我的警徽流，反正两下警下两张牌嘛。哎，其实一开始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上警，这么多人，我是有怀疑过四郎上警的板子。但是和我没什么关系啊，警下两张牌我就轮着验。你们，会不会？哎呦，算了，我不说一些不好的了。那我目前我觉得三号牌是一个好人的心态，我觉得十二号不好，我也觉得六不太好，二金水好吧，警徽流五九过了，三你放手吗？你放手吗？你如果哎不是，你怎么还拿个闪光的这么恶不行了，快死了别。你真的，你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四发言其实不是特别好，因为在一张预言家牌的视野里面，你这个发言我会先把你认为是一张悍跳的牌，但是呢，我觉得他像知道我底牌像是一张好人牌，然后你跟他不见面的情况下，你发错了查杀，所以他认为你偏好，他
他不把你打成一张悍跳，但你不放手，那我就要占遍这个四。你真的不放手吗？因为你要知道，等我说出来我的身份，你就放不下去这个手了。那没关系，那你晚上吃毒行吗？我是张女巫，昨天晚上救了这个七，我给了你机会，我已经发言的时候，我甚至都先打了这个四，给了你充足的机会。你三不放手，你晚上吃毒，占边这个四，那后诸位总归你们一定得有人，得有人出来干我的身份，穿我的身份才能。某些人第一天来这就是这样。昨天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请选择击杀目标。请统一意见。狼人，请统一意见。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晚她死亡，请问是否使用解药？请问是否使用毒药？请选择目标。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请验人。他的身份是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请闭眼。天亮请睁眼。现在开始竞选警长，竞选玩家请在三二一后立刻举手。三二一，发言完毕，闭眼投票，请大家闭眼。三二一，睁眼。吗？倒是倒是。倒是先是。听他验人吧，他我想想。因为我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我看十二还刚在警上，我就没退选，好吗？你们要是觉得我这个行为不好，我警下再去跟他们表水。我上警本来是为了找找预言家，我觉得三不像四，一开始我觉得也不太好。后诸位发言还没有听，我看十二还在警上，我就没退。我是个好人。你们如果觉得十二发言 OK， 四发言 OK， 你们就给他吧，过。补金水。哇、哦，我好害怕啊！我怕你爆了，我验人爆不出来了。我本来想验十二，但是我突然想了一下，因为我定三是好人，你是狼，但是三自爆了，我觉得你那个表情和状态和三是不认识的，所以我觉得十二是好人。
十二的好人同样是一号、十一号和十二号那么互动，那你去感受他，因为十一号这个人很做作。你和我一起白天去抿这个六号是个狼，对吧？那我不知道。井下，因为我验了一张，是一张好人牌。九号我不知道我死没死，有没有机会验，我不知道九号是什么身份。七号牌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就退水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在那儿井上和我刚着，还有人给你投票，谁投了七？十号投了七是吗？九号投了七。哦，那九号应该是个狼了，因为这是个金水。那讲道理，你非要理解四狼上井，可以。但是井下两张牌，我觉得大概率是有狼的。我验了这是金水，那个还投给一张七，七还不退水。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狼队在干嘛？你七一号牌是张好人牌，你说等我验人，你不怕你发言那么长的时间中狼自爆吗？你在干嘛呢？现在还不退水？那你刚着好吗？七九两张牌打包出，我是一张预言家牌，这是金水，二是金水，那其他的这张牌自爆了。中间有个狼位，那女巫七九那个位置很可能像出狼的，因为十二我觉得像个好人。一号牌啊，一号牌不知道，看不到，有点远。目前我只能定义这么多身份，因为没有什么逻辑基点，没有人说话，好吧，先把七九出了吧。七到现在还不退水，你 OK 没问题。四预言家过了。发言完毕，闭眼投票，请大家闭眼。三、二、一，睁眼。不是，我是我太菜了吗？因为你们不投给四的唯一原因就觉得他不是个预言家，因为我没有找到这个四，因为不是个预言家。这个三没必要去自爆，这个三去查杀了六女巫自爆，三四六做身份嘛，不然你们投给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七我井上听到是六的饮水，那可能是张好人牌。那四就算你们不认他是预言家，那至少也有50%吧？不，我没懂，我不知道你们投七的理由，因为。前面四的发言我也有仔细听，我没有觉得特别不好的地方，或者说你们投给七的人觉得四有哪里聊得非常不好，因为他的确去按照他警徽流去验了五，这张九去投了七，那他去打九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他最不好的一个点他就说七九顺出，这是我觉得四号唯一发言不好的地方，就是七九顺出，还七还要排在九前面嘛？我不知道，因为一定是九，那你要打这个七是自刀的，你也要把它放在后面，这是可能他们不投给你的原因吧，我不知道。那因为我认为四还是有大概率是个预言家，所以我上票上了四，好吗？我听听你们投七的人劝劝我吧，好吧，我听听你们劝劝我，说得好我可能就投七了，那我认为四大概率是个预言家，过了。不是啊，就是我希望七听完我发言以后能把手放下，你直接退水就不用进行场外 PK 了。我认四是个预言家，你十一十二里面一定出了狼人牌，你自己想，你七头上凭什么能吃这一刀？我认你是个好人。当球都啊，我觉得我一直敬重球，他是一个特别尊重这个游戏的玩家。他是一张预言家牌，他上来了也没有说自己直接把验人就爆出来，还是要先问一句是不是该我发言，对吗？我听到这点就非常打动我，所以我就认他是个预言家。你要给我盘逻辑，逻辑也很。逻辑也有，因为三四我觉得一定不共面，三在这个位置去查杀一张六，那四如果是这个三的狼同伴，
不可能说是连六的发言都不听，四在这个地方就强行起跳去把这个三的身份做差，对吗？三如果是四的狼同伴，那四给他补跳了，六在那个位置发言，三直接放手就可以，这是逻辑，对吗？所以你十一十二凭什么不把票给这张四号牌呢？且我认你十一十二，你们不把票给这张四号牌的逻辑只有一点，就是你们自己要跳个预言家，那井上只可能产一个预言家，对吗？剩下的就是悍跳狼，你十一十二同时把票打给了张七，两张刚在井上的牌，你们不跳预言家，不退水，不把票投给张四，那你们是什么呢？我底牌是张好人牌，好吧，我希望七你退水，我认你是个好人。虽然四可能说出了什么七九胜出的话，但我觉得你们是个好人，就要把警徽让给预言家。那你们如果觉得你们能带队，你们就说你是个强神，你就要这个警徽，那你在井上发言就这么说，对吗？因为你在井上的发言也是说你要听下四眼人，证明你心里也是认四号是个冤家的。那既然你认四是个冤家，你为什么不把警徽给他呢？对吗？四有50%的可能性是个冤家，他能够打出来警徽流，你是一个不能验人的玩家，那你100%打不出来警徽流，对吗？就算四是个狼，你听了十二跟十一里面，如果他们有再有起跳的人，你觉得他们是个真冤家，你把这个四推出去也可以，站错边不要。有个狼已经自爆了，你连个死讯都不知道，你要个警徽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希望你七号玩家能够退水，就不要进行什么场外 PK， 对吗？跟一个预言家抢警徽是很愚蠢的事情。我底牌是个好人，我觉得十一十二里面一定产了狼，你们自己去想，凭什么能把警徽投给这个七？你们俩还是刚在井上的，进行了 PK 发言，你们要是把警徽上给七，只能认你们要跳预言家，你们只要嘴里面说不出预言家三个字，你们两个就出局，就这么简单，过。首先我对大家表表水，我不吃手，对吗？然后其次我觉得场上所有的好人都能认下我，我为什么上票给这个四？其实稍微有点赖吧，因为本来我想上票给七的，但是我注意看了一下七的表情，我认为七不会跳预言家，我想听一轮场外 PK， 所以我投票给四，因为我认为场上这个九，我认为他大概率会上给这七，因为七是一张女巫爆出来的饮水牌，所以我认为他会上给七，所以我上给了四。我想听发言，且我在他的第一警徽流，我底牌是个好人，我上给他，他不可能，因为如果我是一个狼人，我上给他，那我还能继续发言。四号玩家当选警长。昨天晚上，六号玩家、九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邱总，啊，我先发言啊。那你想？你第一天验的二金水对吧？我发言没有关系，那我继续说，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我想听他的验人，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他只能给我报金水，且我给他上了票，但是而且我最后第二轮为什么我压手了？因为我只是代表我想听他的发言，我是张好人牌，但并不代表我站他的边。但是我看了一下票型，我认为四是张预言家。首先投票给这四的有一号、二号、六号和十号牌，我认为一二的发言都偏正，六号是一张已知的女巫牌。那么如果你们打这个四号是张狼人牌，那就是一二十四裸冲。因为在刚才的环节不可能狼人去弃票，那么我也观察到最后刚在井上的人有一号玩家、四号玩家、七号玩家、十一号玩家和十二号玩家。那么我看到一号玩家上票最后上给了四，那你不跳预言家，那么如果要形成悍跳只能在十一十二里面你们才可能跳预言家，且我认为九是一个定狼。因为你们上轮打我的理由是因为井下三个人一张女巫我一张好人，你们说我没有打最后一张牌，那么我告诉你，我认为九号是一张狼人出局的，且因为他们第一天夜晚格式很短，所以我不认为会安排四狼上井的格式，所以我认为九号是一张狼人。九号是一张狼人的情况下，他把票局给了七，那么他不想让这四拿警徽，所以我认为四是张真预言家。十一、十二，哎，你们总归只能跳一个预言家的，对吗？你们要跳也只能跳一个了，那个人就出局。我所有的逻辑给你盘好了，我是一张好人牌，你们也拍不动我。我认为七是张好人牌，因为其实我晚上的时候我想过，因为他自爆的点是在六号爆出七饮水的那一刻自爆的，我当时想有没有可能要做这个七的身份，但是我听了七的发言，我认为如果真的要做七的身份，七在那个位置一定会退水，把警徽让给，就是他起码会做好自己的身份，因为他已经是一张饮水牌了，在场面上他的身份已经非常高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出来抢警徽。我认为七的心态是他不确定四号是不是一个真的预言家，所以他才刚在井上，我认为他的心态做不起一张狼人牌。我认为九是一张狼出的，我认为十一十二要出一狼，上票给这四的我都放下了，我是张好人牌。那么十号，因为你投票也投给了这个四，所以我认为就是八、十一、十二大量出狼，好吗？我听你们发言过了。
十二在那里，我不确定警徽最后会到谁那里，所以我就刚在井上了。我后来没有退水，是因为我觉得你对这个十二没定义，因为最后在井上的是一十二七四，你只觉得我是七九双狼，我觉得有点怪，就没退水。但听完二和五，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两个好人，且是你的金水，所以我就退水了。我觉得这个八先放一下吧，因为我吃到的那四票是九、十一、十二和八，但这个八我想先放一下，因为虽然有一点场外，但是他炸了一波六的身份，他说六的底牌是个红的，他如果是个狼，他晚上看见这个六不在狼队里，这个六应该就吃了手刀。我觉得这个八先放一放好吗？我底牌是个好人，我不确定这个九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五应该是个好人，这个二像个好人。可能先站四边，但是我不确定待会十一十二那边会说什么，因为我看见他刚在井上，我希望也听一下为什么一还在井上。我的心路历程就是，首先我听六爆了我张饮水牌，我是个好人。我起来看见十二和四还有一都在井上，我不确定这个警徽最后，因为井下就两张牌，我不确定这个警徽最后会在谁那里，我就没有退水。第二圈还没有退水，是因为四在那里对十二和一都没什么定义，只觉得我七九双狼，我就没退。但听完二五，我觉得都是好人，应该是真金水，我就退了，好吗？过了。我是个好人，我多给七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四不像个冤家。首先，你底牌是个冤家，我认为如果你底牌是个冤家，我觉得你对这个七跟十二的定义是反的。你认为七是个狼，首先七是六的饮水，六在井上就说七是个饮水，你说七九是两狼七九胜出，你觉得十二是个好人，那你报的验人是你第一天验了二十个金水，第二天验了五十个金水，井上你又定义这个十二跟这个三是不认识的，你认为这个十二是个好人，那你告诉我这个十二刚在井上在干什么呢？你也不跟这个十二对话，十二是因为我当时看到七没退选，七是张饮水牌没退选，十二也是刚在井上的，你都不认为这个十二是跟你一张要对跳的牌吗？你认为十二是个好人，那你给我点狼呀、啊！因为在您的位置，你已经验出 你如果底牌是个冤家，你已经验出两张金水，一张银水，一张女巫，那八九是不是一定进狼坑？你把这个十二摘了，三自爆一张狼牌，那在你那个位置，至少一二八九一二八九十五个人里面，至少得出三张狼牌，你就直接点这五个位置，你也没点，所以我认为你四底牌拿不起个冤家，而且四，因为我觉得这牌其实是，我是觉得一张女巫牌带了三张狼牌，直接在 PK 那轮裸冲了这个四，因为我觉得五一定拿不起一张狼牌，五如果是个狼，第一轮去投给你四，第二轮就没有理由弃票。那既然已经形成了一轮 PK， 一二前置位都已经发过言了，那我想请问你一二告诉我你认为四底牌是个预言家的原因呢？就因为井上只有这个四认了预言家，但十二也是没有退选一张牌，你们为什么不认为十二有可能拿得起一张预言家牌吗？对，我觉得你一二牌呢，但是都是单面逻辑，而且都已经形成 PK 了，我认为如果你一二但凡有身份你也一定起跳了，所以你一二也一定跳不出身份，而且我认为你一二发言都像狼，所以我认为是这张女巫牌带了三张狼牌去裸冲了这个四，好吗？我觉得有可能场上四狼就是一二四十，因为我底牌是个好人，我投给七的理由我是觉得这个四拿不起一个冤家，四但凡是个冤家一定会定义十二十张狼牌，他觉得九十张狼牌出人顺序一定是先出十二再出九，他发言一定会说你十二刚在那个井上你是想表达什么立场，难道六不是个女巫，他甚至会去质疑这个六，不然的话凭什么十二刚在井上呢？我觉得他对十二跟九的定义一定是十二你如果跳说个玉你就出局，不说玉我们先出九，一定不会说七九顺出，十二是个好人，所以我觉得四井上 PK 视角不像个预言家，我就投给了这个七，好吗？就这么简单。十二如果跳预言家，我会听一下，就把这个四出来。那如果十二没跳预言家，那拉倒，那你就跳身份，不然我也不知道你刚在井上在干嘛，好吗？这是我一个好人牌视角，过了。我跟你四对话，他是个失了智的好人，因为他是个狼，不会聊出这么炸的逻辑。哎，你看到这个七十个银水，你刚在井上就无脑给他撑一票啊？我告诉你，你说一二四十四狼结构，这个三是个什么？你告诉我。我现在告诉你哪四狼？三四九十，我是个狼。哎，三起身悍跳，炸了一个女巫，给女巫发了个查杀。这个四很机灵，知道三自己狼队友在做身份，马上起跳个预言家给二发个金水，然后。这个三听到六说我是个女巫，其实我饮水，啪三自爆，刀了一刀六，毒了我们一个狼。
这个起身这个四是个悍跳的，后置位十二是个预言家，我们两张狼牌打你们七个好人，你觉得这是三四两张狼牌打出来的格式啊？不是，这个三脑子是方的，要么脑子里是浆糊，这个七是个定狼啊，我觉得应该是三七九十二，我不觉得十一，哎，十一跳不起预言家了吧？他第二轮刚在顶上退水的，十一一定不是，是吗？十二刚在顶上，我想听听你为什么刚在顶上，好吗？我是个好人，四嘛总归是个预言家了，不然三四的两张狼牌在那打什么东西啊？先发一个外置位查杀啊，跳了个马上又跳出来发二一个金水，然后六跳了个女巫，这个怕三自爆了，这个三这个六还可能读到一个狼，白天起来就是两张狼牌打七个好人，打蛇皮啊。这个七为什么我说他是个自刀狼？首先有第一点，这个六跳了个女巫，给七发了个银水，怕三自爆，对吗？无非就是为了让六爆出银水来。第二，这个七一定是吃了视角的，他最后刚在井上，他都没想过，万一你四囚徒晚上吃了刀，白天他抢到这个警徽，上帝宣布你四号死亡，他尴不尴尬？哎，假设我是这个七，我跟你刚在井上，我抢到警徽了，上帝宣布四号玩家死亡，那你在我视角是不是一定是个预言家？那我抢了这个警徽有屌用啊？对吗？你晚上只要吃刀了，你就一定是个预言家，那五张牌那怎么定义呢？警徽不飞他就是个狼，警徽飞二就五就是个狼，警徽飞了五就是个好人，二五双金水。我觉得七晚上一定是吃了视角，知道你四没有倒牌，所以他需要听你四发言，他来决定抢不抢这个警徽，也有可能他是在等外作为狼自爆，所以我认为七这个行为不好，好吗？我觉得七像自刀，我觉得九如果五是个金水，井下的九可能就是个狼，好吧，被毒了，被毒了，只能被毒了。我觉得八是个失了智的好人，三是个狼，九是个狼，七是个自刀狼。我底牌是个好人，这个十一也是给这个七上票的，听听发言吧，好吧。十一十二，我觉得出最后一狼过了。这个位置不太好，我就拿着。我总戏要多一点嘛。理解一下。没带反啊。带反吗？没带反。你帮我弄一弄啊。哎，你帮我弄，我不太会弄。哎，滚，我男人不要弄我。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没过来家属。小杰。好了吗？好。这样，我这样说话可以吗 ？OK 什么？我。很多时候我记得我是在网杀中尝试过这样的战术，这样的打法，上一次我是成功的，但是因为网杀可能都说就是很偶然的，这件事情到最后啊没有被很就广为传播，所以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啊重新再试了一次这个战术，非常成功。上玩家，我的这种小创源自于，因为我经常看，我不断的学习。今天我终于有一招你四号玩家没有玩过的东西，就是故意投错票。对，我觉得这个警徽一定是四到手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四还能用上笔，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来这么说，三号玩家疑似炸身份，对吧？三号玩家发言的时候，我甚至第二次我问他，我说你别忘了查杀是谁啊。他发查杀的时候，你的视角永远是在这一排，永远是在这一排，一直在环顾，一直在环顾，到最后，因为你六号玩家有一个互动，类似于说了句话还是干嘛的，哎，对，哎，对，就是你六号玩家。我觉得这个查杀，就如我昨天打比赛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查杀是找出来的，你不是晚上验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就认定你一定不是个预言家，你还要坚持跳，我觉得你。所以我就问了那句，我说你查查还记得吗？
当然这是我的不对的地方，我场外了一句。那到四号发言，那椅子上玩家是个狼啊，那四号玩家是什么呢？四号玩家坐在那个位置，他发出二号玩家的精髓，并且很清楚地告诉你们一切的时候，你要记得四号玩家不可能存在炸身份了。四号玩家底牌一定是个预言家或者是个猎人，因为他发的这张身份牌，他根本就观察不到他的表情。也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所谓的眼保，就是哎，我觉得你看面相像个好人，但是他根本就看不到二号玩家。那么他又何来炸身份呢？他一定是狼或者是预言家。那一匹狼炸到了一个女巫，这个匹狼在这里悍跳，这匹狼自爆了，后指尾还留了一个预言家。那个预言家一定是吃了闷刀的，一定要吃闷刀，对不对？砍了六。四号玩家，我跟你对话一句话，你就相信我是个好人。你都说了，你跟我两个人去抿了六号玩家。如果我们底牌是一个狼人，第一刀一定是六。你都说了，是六号玩家只能是个神或者是个狼。那我在狼队，我就第一刀一定砍他，对吧？所以我认你四号玩家是个预言家。当时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其实是投票式的，他们说可以投票，我想投了，但他不让我投。哎，既然我投错，我等着你们就是打我。对吧？一号玩家发鬼，二号玩家我认识一个预言家，二号玩家我认下你是个好身份，五号玩家你是一个好身份，九号玩家吃毒应该是一个狼，但是我对你八号玩家说，就如这个十号玩家所说，你可能真的是那个失了智的好人。因为什么？我这个人很不要脸呢，我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注重场外，但是有了场外我一定要利用的。我觉得这一刀七落得下去啊，你八，我如果给你执行两套战术，要么你自刀，要么你砍他，你一定选择你自刀，虽然你从来不自刀，但我觉得你第一刀七你砍不下去，不是你。六是个女巫，兄弟，你有点僵。但凡我认下一号玩家，就是你四十二两了。没有我知道我底牌是个好人，我知道我底牌是个好人。就凭这个七次手刀，你们就永远扛对不了这个八，对不对？为什么？你跟我说七号玩家自刀啊？他自刀第一天，在所有人不怀疑七号玩家的时候，忽然刚在井上，当所有全世界的焦点放在我七号玩家身上，并且用一个很蹩脚的理由告诉你们。我就要刚一刚，对吗？他不知道刀，你说他刚完了之后发现四倒牌，他尴不尴尬？那晚上他砍了四，他有必要还跟四号刚吗？都自刀了，你们所有人说认为我是个好人，我需要告诉你们全世界，哎，我有可能是个自刀狼哟。第一天又被你们抓出来了，有意义吗？我觉得七号玩家像一个好人，因为其实我感觉你不是哭，你可能误会他，我感觉他说话本来就是。那样子可能本来就是那个样子，但我并不觉得七号玩家自刀。首先他也没怎么明确站边，所以你盘七号玩家自刀，我就要怀疑你玩。我觉得你的段位不应该去盘七号玩家自刀。你的视角里面十一，你他妈总归是个狼，你十一十二两狼。但凡你十一十二出个一个好人，一定是你一号玩家。你一号玩家什么位置，对不对？所以你的视角有问题。我只要听完一的发言，兄弟，你欠我一个墙。你知道为什么你欠我一个墙？你别说你是个预言家，我不相信，好吗？他的发言井上我听过了，敢发五金水的，酒吃了毒药。哎，算了，我觉得我可能发不了言了。我啊是个赖皮的人，我索性多赖一句，这个酒吃了毒，实说，你干嘛？生气了？你生气了？生气了？跟我说干嘛？不，一个人吃了毒，你有什么好生气的吗？你告诉我啊，兄弟，你太过于表现了，我觉得你有问题，好吗？所以你的视角盘七自刀就不对，你不敢打我，你知道我是个赖皮的人，关键时候我不行，贴脸，老子把这酒喝多了，感谢 Mr. X， 喝酒，不要问我为什么投七，老子酒喝多了投错票可以吗？我现在跟你们道歉，好吗？我道歉，你再考虑清楚，好吗？我多的不说了，我是个好人，我底牌不是狼，我故意投错了票，过了。不是，这十一这招叫什么来着？提前煽动流，新招数，提前煽动。因为你已经知道我是个预言家，你是最后一个狼了。不，哎，警徽在谁那里？在球打你这里。然后你还没发过言对吧？无所谓的，四查杀五查杀好吗？心路历程慢慢说，慢慢说。哎，这个五，多笑一会儿，多笑会儿。今天轮不到你，今天先是四，明天再是你，最后是这个十一。这个小阿 K， 你那个叫什么？那个再去练练好吗？读错了一个我们北影门下的大师姐。我跟你说，你们都不是失了智的好人，你们都失了智。还有这个石，我跟你对个话，不要自证好人好吗？你的状态我一看就是个好人，但是你站错边了。第一天验了这个四，为什么验这个四呢？因为我跟球大玩了这么久，好像从来没验过你，所以就验了一下。
PK 也没验过，线下也没验过，所以验了一下。第二天为什么验这个五？因为只有五跟九两张牌在井下，我们想井下总归有狼。这个木木这么难过，坐在那边，我想算了，木木留他一轮，因为我觉得井下不可能两狼吧？井下如果两狼，他们就不那个三就不会在那个位置自爆，因为井下两狼，三在那个位置自爆，他们井下本来就有狼，他们四在那里悍跳等我发完言，他们把票投给四，一个弃票，一个投四就完了。所以我认为井下只出一狼，所以我就验了这个五，五是个查杀，那么我读出去就是个好人，哎，没关系的。今天我发完言，这个票型是多少？三点五比六，三点五比六，对吗？我们还剩九个人，无所谓的。这个一跟这个二，因为你们有点死逻辑，你们就说这个三跟这个四，三在这里为什么要自爆？那你去问狼，因为我觉得这局狼玩得很好，而且他们把所有的点，因为他们就一路卡，知道我这个十二是个预言家，所以在十一这个位置提前打了个山洞。因为我从井上我没发过言，我位置特别差，三先发言，四先发言，那个六在那个位置跳了个女巫，三就直接自爆，所以井上我没发言。然后 PK 的时候我举着手，我想我举个手，我这么大一个人，我举个手，总能看见我吗？没有，去投给这个七，好了，场外 PK 不又轮不到我。然后这个打着打着这七退水了，噗一圈又没到我，要到我的时候一个狼在前面说，哎，这个十二总归是个狼，这四总归是个预言家，所以被提前打了一波山洞，但是无所谓。验人的心路历程告诉你们了，你说狼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狼这样做一定有收益。三在那位置查杀了一个女巫，四在那个位置起跳，本来三就是一个炸身份做身份的一张狼人牌，所以三查杀到一个女巫的时候，那个女巫认了个女巫，三就直接在那里自爆。那四在女巫的视角里是不是一定99%是张预言家？所以我知道晚上我一定吃不了刀，所以一定是这个六吃刀。那六吃刀大概率会读错人，因为他读不到四，那剩下两张牌，两张井下的，这个人也蛮菜的，一张狼，一张好人，他唯独读到那张好人，好吗？下次再努力，无所谓的。跟你们盘什么逻辑呢？我也不知道，因为场上三一个查杀，两个查杀，一个自爆，这个人站错边就是个狼。那个场外我就不跟你说了，反正你心里有数就好，心里有数好吗？那个八不是个失了智的好人，八是一个从井上就站对边的好人，这个十你才是那个失了智好人。还有这个头铁的二，无所谓的，你愿意站回来你就站回来，你不愿意站回来也没关系，因为我狼已经找齐了，好吗？但是有一句啊，我今天没有办法配合游戏出局，因为一个狼走了，一个女巫走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个平民，可能是个神走了，我是个预言家，今天出局场上还剩三狼，但三狼就挂在那里。猎人白痴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找到，但我底牌是个预言家，好吗？外置位所有牌我都保了，七是个饮水，八是个站对边的好人，十是个好人，一二都是好人。井上我认为本来所有举的手的都是好人，但这十一是个狼，因为他在我前面发言先打了山洞。因为为什么你们井上举了手一定是个好人？因为你们狼还准备悍跳，没准备自爆，你们底下就一定会冲票，不会再举着手，只有预言家才会举着手，好吗？我是个预言家，所以我举着手，其他没什么，过了。初四啊，初四，因为四有警徽。我被我们掌门感动了，怎么办？不是因为在四拿到警徽的时候，虽然我投票投给了四，且我在场外发言的时候我跟一二都发过言了，所以我去支撑了这个四，因为我认为四是有很大概率是成为预言家的，但他拿到警徽以后没有死，且我一直在等着狼自爆没有。不是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只有这个十二跟我们打个反心态，就是故意不自爆然后跳预言家，那不然怎么解释呢？就这个三井上这么局气的就自爆了，那另外一个狼就不吞警徽。因为我认为这个支撑四的这个十啊是聊的不好，你要去认下八，你要去打七，那你再去打呀，五金水二金水，这个十一你去打，我一你来打呀，我认为这个十不好，对吧？这个十一其实因为十二就定死你十一是个狼了，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十一像个好人，这个十像个狼，好吗？因为十他一上来就把八定成一个站错边的好人，因为我在我的视野里，因为我前面是站四边的，我的视野里八一定是个定匪，你一定要去认他是好人，我认为你不好，对吗？从逻辑上来说，他去投了这个七，八是个定匪嘛，且他拍不出身份，好吗？这个二啊，因为如果五是个查杀的话，如果十二是个预言家，五是个查杀，你得是个好人。但你前面疯狂的跟我互动，好吗？啊，错了，错了，错了。
不是因为好，那没关系，我只想听四号最后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狼不自爆，我只想听听这个，其他没什么，就狼为什么就打个什么反心态，这个十号在打什么，对吗？我就听一听，因为五号啊，五号前这位发言我觉得一般，我也听不出好人坏人，听听这个二吧，啊，因为我认为二五如果是个查杀，你二得是个好人，好吗？因为外置位我认为这个十开狼或者十一，八是个好人，七是个饮水，我是张好人牌，好吗？过了。这个等一下，我先把老党的这个对着我就行，先把老党的这个直播对着，你少说两句嘛，你说完了我怎么 carry 呢？对吧？一三九十二一张都跑不了，不知道你们在聊什么东西。哎，李斯，我跟你好好说两句，我把你逻辑最崩的那个点给你点出来，你自爆，我们还是朋友，好吧？三为什么知道六一定是个女巫，他就查杀一张女巫给这个四做身份呢？三查杀六，他知道六是个女巫吗？六他也不知道六是什么，他在这他跳起来给六一个查杀，六说他是个女巫，三自爆了，四就未卜先知说啊，我四号大神发言了。三号狼，你别跳了，你赶紧潜下去，我抿出来那个六是个女巫，所以我现在是来救你的，你别查杀他了。然后这个三不听，在这里刚着，听到那个六发现，哎，六果然是个女巫，三啪爆了。四号说，嘿嘿嘿，啊，我查杀了个女巫，我爆了，我把你四做起来，可能吗？为什么这个三四一定知道六是个女巫？三和四两个狼打夜里打的格式，六是个女巫，你三去查查这个六，起来给我四做个身份，你逻辑都是崩盘的，兄弟，不用盘了，你还能去打得动那个十的啊？哎，不是，你还能去打得动那个十的？那个八跟那个十是完全两个对立面，那个八是想站到十二边的，十是想站到四边的。八十是个狼，就把八锤死，一头打到狼坑里面，就把他干死。有什么必要劝他回头呢？票又不是不够，他只是把好人给从狼堆里面揪出来了。你八号玩家听一听十号玩家的发言和逻辑，那是不是正确的呢？你还能盘到我二是个狼？我不知道你脑子里面是方的还是浆糊。七呀，七，我觉得不像个自刀，对吧？因为我的狼坑够了，一三九十二四个狼，没有别的位置啊。这个一你还能是个好人？对吗？你是个好人，你就去跟那个七批。我不觉得那个七像个自刀，因为那个七首先是个自刀，他没有必要把自己聊身上焦点，他一定是个神。我先告诉你，那个七一定是个神，但我不知道他是个白痴还是个枪，对吧？他是个好人，他一般就缩下去了，他还接了个饮水。他要是个狼呢，一定接了个饮水，饮水狼划划水不行吗？起来跟预言家岗，没必要的啊。所以掌门间你先走，明天你一号跟着出，没什么位置。八是个好人，五是个金水，我是个金水，七是个银水，十饱了，十一饱了，没位置，过了。燕一，九会留一，十号饱了，因为十号有一个点，他说出这个点，我就能认他是张好人牌。他说七四两张牌，说七号有信息，否则他不会觉得四号没有死。他能点出这个点来去打七，我认为是好人的心态首先要延伸的非常长，他才能想到这个点，所以说十号牌我保了。那八号保七我也理解，所以说八号牌我大概率保了。那十一号牌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十二号我也尊重你在这个位置的悍跳，但是呢，首先你讲这么多，你觉得三已经敏到六是女巫了，然后我四起来发言，我们都敏到她是女巫了，我马上把她砍了不就完了吗？我们要组织一个那么复杂的格式，先要砍一道外置位的平安夜，然后起来我们组织复杂的一个形式，三号再自爆了。我还得怀疑啊，这个是六号牌，一旦要是脑袋回路有些大，比如怀疑人生的，把我四号再读了，很有可能的。比如说外置位的你们什么什么井上人是个刀，他把我读了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可能有格式。我们打了这么复杂的格式，想到最简单一个点，我都抿出她是女巫了，我第一天就把她砍了。我在入夜之前就跟这个十一号说，这个六号牌，要么是神，要么是狼，没有别的可能。那我还会不砍她吗？我一定会砍她。我不验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给六号玩家一个游戏体验。我也没有验你十二，我验了二。那二号牌是好人，五号牌是好人，十号牌呢？因为你说出七号、四号这个点了，我觉得是好人视角。而且想的比较远了，而且这么极力的去帮我证明我是一张预言家，
我觉得你如果是张倒钩狼的话，也帮好人视角太多了，不像。那八号牌我也理解你，你应该是个平民，因为你的发言呢就是个平民的发言，但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那七号牌和我刚着呢，我觉得七号牌是个神牌，那具体什么神我也不知道。那十一号牌这个发言，其实我在考虑十一十二两个人都起来，因为我放不下这个一。一上一轮的时候他的发言是这样的，他投给了我第一个位置发言，说我觉得四号啊，哎呦，可能后面有预言家，我觉得四号好像我暂时先投一轮四吧，你已经支撑了我，然后你还要怀疑你自己的票，你的投票和你警察的发言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我觉得你一号要吃验。那我要听后面的发言，我要听七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的发言。其实如果这一轮你们都引下去打，我是挺难的。我在考虑出十二还是出一，因为十二牌好的一点就是三号牌说查杀的时候，十二牌是起来看了一眼，我觉得哦，那三十二应该是不认识的。我因此说你十二号是好人，其实你可以引下去打的，但你跳出来打呢，就是比较明显嘛。一、十二、九，还有这张三，啊，四张狼坑牌比较明显。那明天呢，我去验一，一在我的警会流里边。如果你要是一张好人，我觉得可能性概率非常低，也就是10%到20%。如果要是能把你救回来的话，那其他的位置你们去盘，我觉得那就只能你们盘七字刀了。但是我觉得不太像，因为七字刀这么去打有点太过于鲁莽。那因为我的视角比较清晰，二五两张好人牌，然后十十一二十十一我能认下来，八号我能认下来，剩下就只有七一和十二，十二已经对我对跳了，那一七两张牌，那直接出。七号牌的吃过刀，而且怎么看身份都比一号牌好。一号牌是这样的，在十二号牌发言之前啊，他一直是愁眉苦脸的。我在看每一个人，就包括你十一号那种发言的时候，他都是愁眉苦脸的。十二号说我是个预言家，一号牌突然就感觉像看到了阳光一样。然后一号牌的发言是，哎呀，我说呢，就是感觉啊，这就对了嘛，对吧？一号牌有这句话，这就对了嘛。就是你总算感觉好像有救命稻草了。那我验一下你一号，今天十二号牌出局，我是一张预言家牌，警徽留一，只留一张，过了。警徽十二。发言完毕，闭眼投票，请大家闭眼。三、二、一，睁眼。四、五、六，六点五票。十二，一二三，三票四，十二号玩家出局。十二号玩家被放逐，请发表遗言。哎，我首先不为这个票型负责，对吗？因为有二号玩家这样的玩家在那个位置发出这样的言，我就总会出局了。因为狼无所谓，狼就说：“哎，你这个逻辑有道理，棒棒哒。”一个悍跳狼跟着一个好人的逻辑去打了一个预言家。那你说好人怎么违背这个逻辑呢？所以跟你对个话，就是狼人杀游戏啊，你不要觉得这么的简单。你说狼晚上怎么打出这个格式，狼又没打格式，他只是三井上查杀一下这个六，做一下身份，四在那里悍跳，这跟他们的格式没有关系，他们只是这么形成了。正好这个六起跳是一个女巫，所以老党在那个位置选择自爆，因为他们找到女巫砍了女巫，然后四大概率还能吃到警徽，四也一定不会被堵，对吗？他们第二天起来看见谁真预言家，在前置位给他施压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格式。你不要说狼为什么能想到，怎么狼也不知道，狼也不知道六是个女巫，六起来说是个平民，是个猎人，是个什么，三在那位置退水，只是六正好说他是个女巫，他抱对饮水，在狼的视角里。所以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预言家要跟一个站错边的好人去解释狼的格式，我觉得对一个预言家来说很不公平，但我不解释又不行，对吗？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因为狼我已经找齐了，自爆了一个，查杀了一个，又查杀了一个，一个不会站错边的人，所以他们就是狼。所以我不知道一个预言家为什么要跟一个站错边的好人狼发的金水去解释这个事情，好吗？你们也不用盘了，就三个狼，狼还有三刀，对吗？九读出去，如果是一个平民的话，还有一点点机会，一点点机会。慢慢打吧，慢慢打吧，好吗？我不希望好人输得太惨，因为狼就已经这样。因为我在我预言家的视角，所有位置都是已知的，所以我也不怪你们投错票，对吗？就这样吧，好吗？你再想一想吧，二号，我不是一个狼在骗你，我就希望你再好好想一想，好吗？够了。天黑。请闭天亮，请睁眼。
昨天晚上十一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请警长组织发言顺序。请坐。不是他英雄，这他妈怎么打了？半个英雄，一个假冒的英雄跟你们玩小子他不是英雄啊！他不是英雄啊！怎么是英雄啊？铁蛋，砍铁蛋！是英雄啊！砍铁蛋呀！是英雄，砍蛋嘛！改刀了。傻逼！你们什么时候改的？不是我改的，哦、他有刀气。你第一次啊！不是，你问他怎么懂的？哎，不是，这个游戏怎么输的？啊！罗志刘，三个墙，你他妈也要顶着顶着，他们也要头掉，干我！顶着头发是谁？睡了一定是不是啊？哎，老子是不是好人嘛？打我们的这个酒杯，我没打你啊！我说你是干什么？他就是个狼。哎，最简单的，李斯的逻辑是奔着马跑。如果六跳了烟，求助已经了解我这个发言了。就是说，哎，我跟你刚才警上，我第一条。三号、八号、九号、十二号狼，二号、五号、七号、十一号平民，一号猎人，十号白痴，四号预言家，六号女巫。第一天晚上，狼人刀了七号平民，女巫救了七号，预言家四号验了二号金水。白天上井环节，三号、四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上井。上井环节，三号自爆。第二天晚上，狼人刀了六号女巫，女巫毒了九号狼，预言家验出五号金水。白天继续上井环节，四号、七号、一号、十二号上井。投票环节，七一票，四号一票 PK。 第二轮 PK 环节，四号七号各四票，四七 PK 场外 PK， 七号退水，四号当选警长。白天投票环节，六点五票十二，三票四，十二号玩家出局。第三天晚上，狼人刀了十，狼人刀了十一号平民，白天狼人交牌。哎，我还没讲话意思。我是毒的，是最后一狼。咱们这边不是还赢了，你知道吗？哎，上去宣布，什么六枪死，六刀追过。老大，这个感觉就是神队友，我天啊！我也觉得没有，我不是觉得他是神队友，我是神队友，我以为他委屈。你知道为什么毒你吗？就因为这个老早，这个人素质很低啊。他既然敢自爆砍我，当场的是井下我一定毒一张。那我毒五还是毒九呢？我让你们夫妻双双阵亡。有请，有请，输了，输了。哎，梅英怎么这么惨？你报呀，你报干嘛了？报呀、哎！我找到女巫了，我就报了呀。哎，我是李，我是 KS， 我就不跳。我是 KS， 我就不跳。我等警察。什么？我说他能毒到狼，跳跳我操！啊！哎，他能毒到狼，那没办法，那狗逼命好。五十个平民吧。是呀、啊。是平民啊！我觉得一代身份啊，我觉得一代身份，然后女巫。就是、他一定往这边开毒的，他你那个位置一定验不到我，你一定验不到我。为什么？因为五九就两张底下的牌，砍了女巫，万一一张去吃毒，你验个尸体。我们还有个狼队友被毒了，被毒了。哎，给我个麦，麦都一句话都没说就。哎，居然还有外卖，不知道是谁真的点了寿司给我。还是点寿司给你。Mr. X 密室上海旗舰店菊门路550号八号三七一号楼一层。木木。给你们展示一下，好甜呀、啊！你们吃什么？你是不是羡慕这女的？是啊，是呀、啊。那我当了200，当然羡慕你。谁啊？你们看看。谁啊？四子呀。四子。好甜啊！好暖呀、啊！谁给我点的？微信告诉我。啊，刚刚有人喊你看微信，你看吗？好，弹幕喊你看微信。我没看，我看一下。有空的没？我没看弹幕，我被 cast 毒了，我就在那边趴着，贼难受。哎，不是，我没有偷你们盘的东西，好吗？我应该跟他说。别不说，我霸道极致不像匪。我他妈，我当时点的狼哥是一二四十，这个美女就是知道我也没有打我，我就光想着打，这都不是个冤家，我都忘记你自爆这回事。啊，阎魔说你霸道极致不像匪。这点咖啡都有，都有，我都没喝。
哎，不用抱，你要不腿就要不装。哎，别抱，别抱，兄弟。刚不出来，肯定刚不出来。刚不出来。别抱。他跳个女巫怎么刚？跳女巫弄他呀。弄他呀！我们这么多人跳女巫跟他打不行吗？跳女巫。我小时候不让你抱了，我把他抱，把他抱死了。哎，我跳女巫一定把他打飞了，因为我都不知道刀型的，我都不知道刀型。哎，我想了一下，我们如果把李锦刀了，你说哪天啊？我们当晚不刀女巫，把李锦刀，他也不开赌博，对吧？对啊。把李锦刀了，然后直接让李四去变。放冰箱。有什么好变的了？这个不放冰箱。那他不是你抱了一个好人，你抱了一个好人查是吧？不，他出来他一定，他对你。我说我自爆，然后晚上刀李锦。不，你三四两人在干什么？你跳一个爆六查杀，他直接在你后面补跳啊！你跟三四又够不上两人，你自爆四就一定是个好人，大概率是个真冤家了。不然你三四两人在打什么？一个发长杀，一个发金锤，你三又不退水，直接自爆了。做身份的话，应该是你三退水，对不对？你自爆了他只能是个冤家。我应该退水啊！我应该退水。你是个贱，其实是不是因为你是个贱？我怎么想到你这样？我就自认的，我干掉他！我给你道歉，我让他假报了一次。我怎么开的？你想，如果实在是个狼，那狼队已经崩了，所以我无所，而且我也没听说他们到这边，你知道吗？但万一我觉得他有可能会一意无选，有可能，有他有可能会一，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说我的意思？因为二十个英雄，失了智兄弟，失了智，我不是失了智的好人。你他妈是大王，你他妈是狮子了！狼队到的是爱，狼队晚上到的是爱。那起来你报个七英雄，叫你们打花板呗。现在直接报一只，那就打花板呗。我一开始觉得他是个狼，应该很聪明。所以我觉得他不是狼啊。我想他一拳太难看了。我已经想好了，我最多打五，我回去打五。如果我知道，我就把他给毒了。哎，我验人这个，很优秀。谁？我不仅共十号，十号还共神位。你是个神，我就是个神。你是个。好多人我验人的心路历程很纠结的，我验你，因为我知道你带身份，飞狼之神。我想算了吧，你上一轮没发言，我想验一下十二，我想哎上一轮十二也没发言，我想验一下谁呢？我想验一下巨母女，我想昨天他也不好。演什么呢？没有用，看到我罗志良演什么东西？出局，发言不过关就出局。而且还有一点，我看他当时的原因，你知道吗？他在你发言之前他退水。我估计就是不想让你开口。你盘的对，盘的不对无所谓。你的视角和方向对了，我觉得你，因为那个点我都没有想到，你想到了，我觉得你比我还要像好人。不是，你们跳出来还要再烧女巫，怎么会去帮女神呢？我点了六杯。怎么了？不是，还有焦糖玛奇朵、玛奇朵、摩卡、拿铁。我的直播间每个都点一杯。哎，这一盘是打什么版的？恶灵吗？哇，我没有打过恶灵，好激动啊！恶灵挺爽的，我知道，我知道，听说很好玩。恶灵像恶魔一样，预言家验他，预言家死。哎，猎人开枪打他呢？没事，可以打死，可以打死。啊，可以打死啊！他一样吃毒，女巫死。我知道，这样狼人就强一些了。男枪掌门李锦来我直播间，让我等着。本来是狼人死，先变做了200局，我要不要等他？不是，在线的。还好狼人没刀我，刀我就打你。我是个恶灵预言家，告诉我给我查杀。不跳了。哎，身为我们自己人，对吗？你们不能就李锦舍得送礼物200。我那把当恶灵才惨呢，我当恶灵骑士，预言家白天被我们汉条狼冲出去了。第二天我们把女巫刀了，我是恶灵骑士一点功能也没有，查杀做完就自爆，太无聊了。恶灵其实打不出战术就等于是没看到。你就知道我很，你想用一个龙三号一弹跳墙。哎，能不能给我花个预言家？就这个样子，我们这里叫什么？200块钱还包一年，你们包一年，等我包一年，包一年油。把这个龙虾送出来，我得。我帮你包这200，我截图。你刀刀死。你想他妈救人啊！你永远只能开毒药。哎，预言家，预言家玩多了也不好玩，难得玩一把挺好玩。我没看到他。哎，太优秀了，做这套牌呢？像我这种全，像我这种全能选手，看一下，点五，枪崩了，礼拜天就不错了。像这种全能选手，啊，没事没事，你就放心的送你的龙虾和火鸟肠，我来帮你买烟。好。我觉得这不是个刺刀，我的天！好了，喝酒。
只剩你了，怎么都来空气打了？我还定做他，我觉得他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也是，我也当时啊，我就发现你们在干嘛？我觉得这女巫是试了几百枚，因为就这样，我觉得他吃到一定不是你干的。这边给你挑，来，算分组，别客气，哎，无所谓，就你算，你们算吧，你们就赢了加一，赢了加一，下一盘开始算，下一盘开始算，赢了加一输了减一，哎，算不了，算不了。没有面子了，不是算什么嘛？我们这边只有一个叫老党的替我们扣了一分，我们其他三个人顶着点，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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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号玩家北影负二，九号玩家北影负二已经负四了，多领一个，多领一个。七号玩家还有个北影的是谁？这是战术，他就两把，是战术，就他一个人。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兄弟，北影现在三分，我面板也替你们加分啊，无所谓。哎，我来给你们计分，好吧？哎，北影早晚会被我们灭的，我已经在备忘录上，不需要这种，对吧？来，你摸看狼，别在这比比。不排你，打官司给他先抽牌，不然他说不公平，你给他先抽。三号玩家，这让我想到了昨天那个局。来，有本事你来拿狼，你拿狼给我玩玩看。拿给我看。你别说我拿狼菜，有本事你拿狼给苹果看。刚刚我是狼，刚刚九号。后来这么一想哈，三号仅有两盘狼人获胜，一盘拍刀，还有一盘唯一一个引狼刚到最后赢的人，他的名字叫谁？小阿 K 是已经忘记了昨曾经在跟谁一起玩游戏学了很多技术的，是八阶吴彦祖。哎，我给你们念下分啊，给你们刷分。现在北影三分，哎，你们就三分，南对两分还是你拿了，一分一扣的。南枪六分，中逻辑有七分，没关系，还有两分，还有两盘。写的是白狼王，知道了吧？那个时候，咱们出现价的标准就是谁敢过谁输谁吧。谁敢？那你赢了怎么办？可以的。你我赢了，帮我下一个星期的沙拉。我好不看未来，现在懂吗？我在细分。等一下，发言，他是你是个狼。我算了，我干嘛？因为我近视。打完了知道呀。哎呦，我前面就说打完了，你说现在给我开。我们是先生。牛逼，我刚刚这把拿了。啊，莫林骑士啊。啊，我真的不是。别装，别装。这是完怨灵吗？浮夸了，浮夸。你只要是个冤家，我带你。我一定不会怨你，一定。我带你。我保证不怨你。我是个冤家，我只要说是我冤二，我就自动组。直接约战图文。哎，可以吗？保护一下。不，我怎么冤家？我嘴巴里说出来，我验了二号牌，我自动举报，就举报我，验不到我，你举报我。验了我的冤家已经被打平。这怎么验啊？你就举报。哎，法官，点名。这个人给我坐坐。怎么那么热闹呢？我觉得吃蛇好像突然就火了。有什么好吃蛇？这个词。你吃手指，天天站错边。